阮东升，谢谢你。我只是想要告诉你，也想告诉所有的人，我不是完美的，我也不是别人口中所谓的天之骄子，我只是一个普通的人。我也会在喜欢的女孩面前胆怯、自卑、束手无策。在你眼前的我，也只是单纯的渴望跟自己深爱的女孩永远在一起。我不值得你这样，值不值得，只有我说了算。圆圆，你变回来了！啊！我怎么会变回来了？怎么变回来了？变回来了！你的魔鬼教练已经在弦上，不得不发，准备好了吗？是时候燃起真正的热血了。他平时就是这个样子吗？偶尔吧。感觉他会把你的智商给拉低呀。阮东升，你能不能？伊娃，你怎么收回来了？当然是因为我。到底发生什么了呀？这个叫爱情的力量，不懂了吧？我不懂，阮东升，你别以为你谈个恋爱就成恋爱专家了。我纵横情海的时候，你还不知道什么是感情呢。时间先后不重要，最重要的是结果。我不是帮着圆圆减肥给耽误了吗？哼，那你现在去找他呀。去就去。